我是今年拍摄香港精神大使的导演冯家伟。今天主要就是拍摄周志明先生的访问，在他家里和在他公司拍访问之外，还有一些他生活的片段。Hello， 我叫 Irene， 我今天是帮导演来拍这个香港精神大使。开心的地方就是可以见识到周志明先生他那些设施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好像他家里，原来他用个头就可以控制那些电脑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困难就一些外在因素，就是我们去到他家的时候，又遇到隔离装冷气啊，上面又不知道在这里揼啲咩，咁我好多噪音。咁其實我原本就想喺我屋企拍訪問，咁就嗰個生活感強啲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呢啲影響就最後去咗佢個傷殘人士協會嗰度拍攝咁樣咯。咁都有少少阻滯，不過整體上都好順利。咁我叫周志明啦，咁我好榮幸咧可以當選今年嘅香港精神大使，希望。成為精神大使之後，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年輕人能夠成為導演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，他能夠做得到導演就需要給很多的機會，你能夠給一個機會他，他能夠一路這樣成長。看到他今天的拍攝很順利之餘，還很專業。多謝導演。